本节目由香飘飘冠名播出，够有料，更享受。无边亦无界，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2019年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王俊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小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小凯，这是你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希望你尽情地享受舞台，并把你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大家。愿你每一天都如初升太阳，能量满满。小凯，加油！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小凯，加油！爱你。无边亦无界，祝我们王俊凯的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王俊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成功。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小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Hello， 俊凯，好久不见，我是杰伦，在这祝你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加油！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支持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加油，加油！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成功。祝小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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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亦无界。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祝王俊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祝小凯祝你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小凯2019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无边亦无界，无边亦无界。祝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圆满成功。小凯凯，我们家的小宝是你的粉丝，你要加油哦。俊凯 ，from all of us here in Nairobi at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 Global Headquarters。Greetings and salutations. Hi, Carolyn. Congratulations on having your first.无边亦无界，欢迎来到由爱奇艺娱乐独家视频直播、香飘飘总冠名的2019王俊凯无边界演唱会。现在指的是一个阶段，一个瞬间的状态。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串起每个不平凡的日常。日复一日，我们追求生活上的丰富精彩，生怕一旦慢了下来，就会被这世代抛开。现在按下暂停键，好好审视一下，我们都活在现在，此时此刻的现在，曾是上一秒的未来，一眨眼，现在也就成为了过往。走在街上的人们，这一刻，你们想去哪？每当静止的瞬间，还喜欢现在的自己吗？如果时间
能被切开。相信每一秒钟里头都是我们努力生活过的模样，定格的样貌无法驻留，不停的更迭却也不断的发生。世界繁忙，周而复始的生活逼着我们不得不前进。若能撷取每个渺小的片刻，都仍足以构成一幅隽永的风景。我们都活在转瞬而逝的当下，跟随城市，追随人群，期待着实现眼前那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我活在现在，我创造现在。我是王俊凯。
知道，迎着狂风骤雨，却不会逃高地对，别惧怕带着这个耳返一直听不到大家的声音，真的，所以我想取下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OK， 这边的声音在哪里？哦，这边的声音好大，那这边的声音在哪里？没错，那中间的朋友在哪里？真的，在这样一个冬天，我觉得我们大家相遇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感受到温暖，然后呢开心的去享受这一场演唱会。对，对于我来讲我真的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没有没有，你们听我讲完好不好？因为说实话这是第一次看演唱会嘛，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中间这里有块幕吗？有块幕布吗？大家也看到我开场的时候我是从上面下来的，其实我在上面待了3个多小时了。哎，您不会真的信吧？我觉得应该旁边两边的朋友应该有看到我后面偷偷的去升上去，这样对吗？说实话在上面3个小时是真的要睡着了，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呢，接下来一首歌就唱一首能够让自己醒过来的歌曲，好不好？好，大家接下来一首歌醒着，谢谢。
森林，
你说你说这起里头只剩寂寞的梦，迷途迷途变成散路，这种同样的幸福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我秘密演出，天地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低声抽血成就一段真的想念，在逍遥眼里我在逍遥的转念，面孔而悲是最美的无限，天地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低声抽血成就一段的想念，在逍遥眼里我在逍遥的转念，面孔而悲是最美的无限。对于难道你们这种距离你在生命的森林，你说你说这心里头只剩起了舞蹈，你读你读一直走路，就如同有了幸福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我秘密演出。天哪，我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觉得大家记这首歌的词感觉比我还熟。对，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在现场的有多少是外地来的啊，全是外地来的吗？那北京的朋友在哪里？ OK， 所以外地来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怎么来的呢？是啊，什么什么？是坐飞机来的吗 ？OK， 那其实我就不太一样，我是坐摩天轮来的。对，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呢，也是就是在蛮早之前发的一首歌，叫做《摩天轮的思念》，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我也会到摩天轮上去，所以说其实我本身也非常紧张了。对，摩天轮之上回忆正旋转着过往，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交往，你选的地方，爱遇上复杂的景象，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偶尔也听说，除了我，你还有个角落，我却装作沉默，爱的我的分。让你找他诉说，我想我还在等，等你说早已不可能，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溃，霓虹的绕一圈，我们就要分别，我给的爱停在冷一真的，这个角度看你们真的太美了。摩天轮之上，回忆正旋转着过往，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偶尔也听说，除了我，你还有个角落。却装作沉默，爱冷漠的犯错，让你找他诉说。我想我还在等，等你说早已不可能，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溃，霓虹灯绕一圈，我们这样。
要永远记得那些青春无惧的日子，过了现在，那些的曾经都被好好收着，留在你我的记忆当中。曾经可以肆无忌惮地犯错，也曾经做些出乎预料的决定。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过去，跟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又或是有什么遗憾想去完成？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回首过往，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过去并非真的过去，逝去的事物象征了生命的成长，各种酸甜苦辣的累积。像是养分，使我们茁壮。每个记忆像一道道结痂后留下的疤痕，提醒我们，时间是一件不可逆的伟大雕塑品，是一路横冲直撞后所留下来的美丽轨迹。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发酵后的曾经尝起来更是香醇。是不是也有段故事你要跟我分享呢？Yeah.
想守护着土壤，当天空不再，就落下一张张落地生沙，慢慢枯黄曾经淡绿的忧伤。山丘蜿蜒形状被贪婪切成方，没人听见他在日夜乞求的愿望。河流不再笑着流淌，花也不再香，我们唯一学会的面对竟然是遗忘，让它倒在一场泪雨之后的小伤，而我要实现这个晚上，也为孩子们这样，用呼吸让这世界不再沉重。责怪的话从不说，难过也只是寂寞，只痛对别人温柔。把你们的手电筒打开好不好？谢谢。落地生沙，慢慢枯黄，曾经淡绿的忧伤。秋晚的形状被灿烂写成方，没人听见他在日夜祈求的愿望。哦，河流不再笑着流淌，花也不再香，我们唯一学会的面对竟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刚才一样跟着我一块唱，好不好？因为在这样一个天气，真的非常需要一件小棉袄来温暖自己。这应该也是我，虽然这首歌已经发了很久了，但是应该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清晨，看窗外。才真正的感觉到冬天到来，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有一些忧伤怀念着童年的灿烂，雪还在下，仿佛看到妈等待着我的失眠衣裳，心里偷偷的笑，小时候那件小棉袄，碎花不原谅，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
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把温柔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笑，小时候那件小棉袄碎花不明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怎么会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小妙第一次唱，也不知道怎么样，大家觉得还满意吗？其实选小妙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天已经冷了吗，确实非常冷，上里面有句歌词叫清晨去于窗外，才真正的感受到冬天的到来，所以每当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真的能感受到冬天的到来，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穿多点衣服保暖一点，然后不要感冒这样。对，那然后接下来的歌呢就比较有意思一点，因为其实是翻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到这之前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都是自己的歌嘛，对不对？所以下一首歌呢就是给大家唱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这样子。 OK， 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跟大家这样面对面的去弹琴嘛，所以真的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OK，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对，我非常的喜欢，那送给大家，那大家会唱的也可以跟着一块来唱哦。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也需要弹一弹钢琴，这样叫做《世界末日》，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好，送给大家。来自面
一种美。如果那年歌词没有唱过，我就会发现我那时怎么说出口，你不过是遵守。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前真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刚刚那几首歌曲，我戴着耳返都听见大家的合唱了，真的。可是，在那几首歌之前，我戴着耳返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的。那个有杰伦哥和陈奕迅哥的演唱会，大家是不是经常去？OK， 下一首歌。也是第一次唱，然后呢，下一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紧张的一首歌，因为它是一首英文歌，所以接下来一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cause I'm spending on myself. I'm spending on myself, yeah. No, I ain't got no love. I ain't got no love to wander from nobody else. Just in case you couldn't tell, I do revive without you. But I don't mind if you come through. Just stay strong as long as you're not catching feelings. Because I ain't got no love. I ain't got no love. Ain't got no more love for you. Just a couple COVID, couple nights escaping sleep. Just no. Not the same as getting tingled in the sheets. If it ain't worth the fun, I understand. You can gather round and find another one to do like the way you do me. So long, I gave you so much I cracked. I'm still trying to put the pieces back. I ain't got no love. The brighter things, it's a better way to spend my energy, yeah. But hey, if you get a little lonely, you can call me up, but baby, only if you don't forget.
没忘记你的控诉，没有声音却倾诉更多的真理，这温馨无数的真心。未来变得太快，谁也不能断言。启动时间的播放钮，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千万别轻易相信别人口中的不可能。过去，现在，未来，缤纷交错的世界里，每个颜色都代表一个梦想。
跳跃时空，我们是人生的旅人，而未来正环绕在我们四周。未来的路很长，没有人能定义我们的将来，无论是好是坏，但能肯定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倒下。不断跌倒，就不断爬起，一次又一次，超越自我。只要有梦想，就能对未来感到期待。过去成为过往，构成了一条条通往未来的隧道。面对未知的未来，出口就在前方不远处。勇敢地迈开步伐，成长后的我们必定能在世界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现在即是未来，站在未来的时间线上，我们所迈向的正是无限的可能。现在很沉，所以我跳舞的时候，这个东西老是会打到我自己。但是没关系，对，大家，你们能跟上我们的节奏吗？
真的能吗 ？OK， 接下来几首歌呢都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说到意义两个词呢，我就可能得讲一下五棵松这个场馆，对，因为这个场馆呢真的发生了对于我来讲很多重要然后有意义的时刻。我想大家都应该挺清晰的，就是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场馆是宣誓者我们 TFBOYS 三个人出道，然后呢我们三个人的第一个演唱会其实也是在这个场馆办的，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现场哪位朋友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真的吗？我怎么感觉全都在摇手啊？那真的就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着我。然后下面这四首歌，哦不对，这几首歌我也忘了几首了，应该是蛮多首的，然后送给大家。你们要跟上我们，有没有信心 ？OK， let's go。下半身像流浪猫，也爱他生命，爱他为实验，爱他颓废，爱他的优越。地球比皮卡丘更耀眼，在画画的笔尖上都泛滥鲜艳。他爱你此刻，爱你方便眼，敢怒不敢言。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比皮卡丘单曲并且背叛。他不是反骨，也不是莫内，他穿过罪恶之地，从来不缺少。什么放下不甘就当不是爱傲你嚷嚷你就嚷嚷嚷嚷说的爱你只是嚷嚷他的我爱始终没有极限不惧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死败却不也背叛他不是顽固也不是我内在自我的恶趣从来不缺少你的力量长得快为那次诞生，那种的女郎为那次诞生。
冰心，为什么没有发现只剩你是也是只想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失败澎湃。
的声音有多大？我们来比一比，究竟是我们的声音大，还是你们的声音大？我想你们要玩得尽兴，一定要跟我们玩起来才行。所以现在大家跟着我一块，我唱什么大家唱什么，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点，来。嘿嘿嘿嘿嘿嘿，不错哦。好，那我们正式开始，来。 1, 2, 3, 对不对？但我自己快不行了。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是万圣节。但是你们不要期待我去戴那种什么南瓜头啊，我是不会戴的。在场，所以在场的朋友应该都有发现，都有看吗？那个我准备的袋子里面应该会有那个小饼干。但是其实那个饼干里面有玄机，那里面有我去搜集到的一些幸运纸条。所以有没有现场哪位朋友是饿到
一口把饼干全吃下去，发现没有吗？哦，天哪！我还专门选择那种小饼干可以一口咬下去的那种。OK， 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因为今天是节日，所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给大家。所以，接下来一首歌就是特别惊喜。OK， 我们可以开始了。为什么你会想要找我合作啊？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开始出来的，它那个 demo 它是一个单人的歌曲嘛。对对对。
但是我听到就会有点就是很甜的感觉，就是有点想恋爱的感觉。我是听到歌曲那种有感觉，歌曲带给人的一种感觉。不是、哦、我讲错了，你让你的歌名都紧张了。对不起、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女生的声音出现在这首歌里，会让这个歌曲呢更加的饱满或者更加甜蜜，所以就、而且一直就是觉得周琳姐姐就是一定能够给这首歌曲带来甜分。那姐弟恋可以吗？没关系啊。稍微突然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感觉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就是爱情那部分引力这样子的，对。但是就是你太可爱了，他是不是很可爱啊？因为其实我昨天彩排的时候看他就是很害羞很像，但我你刚才唱那些很 rock 的歌，是跟我印象完全不一样哎。所以他有非常狂野那一面，对吧？没有，有个屁啊！没有。感觉我刚才有感受到你那个帅劲，从那个舞台一直延伸到底下，是对吧？那就非常感谢，就是对，就是我们两个的那个惊喜送给大家，这首《新引力》是小凯要送给所有你们的歌迷，希望你们一直沉浸在爱小凯的当中，好吗？谢谢。那这首歌呢今天也会发了，对，演唱会完之后应该会发，对，所以大家就可以之后呢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收听这首歌曲。那也非常感谢周琳姐能够来到北京，然后来到我的演唱会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曲，非常感谢周琳姐。我可以抱你一下吗？当然可以。好，谢谢。那谢谢周琳姐，谢谢。拜拜。谢谢，让我们把掌声尖叫声给周琳姐。不是，就是至少就是我们自己的演唱会，也是就是稍微的，就是留点面子给我，这样好吗？啊，我听到有人说好，对不对？全都在说好，对不对 ？OK， 好，没关系，我懂了。下次大家应该就不会这样了。好，再来下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会就是非常的。形容的非常准确，就是为什么有人在笑啊？等一下，是有人在笑吗？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可能并不是只在我身上，就是也可能是跟你们身上有关的，只是可能大家了解我可能更多一点，所以而且这是一首非常好听，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叫做《词不达意》，谢谢。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出
里默契，却词不达意。在你的盲点里寸步不移，不论天晴或下雨，陪你悲伤欢喜。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一句，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打起较量，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谢谢。我出道6年了，这是第一场的演唱会，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有很多的感受，因为中途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所有的乐队老师们，还有所有的舞蹈工作人员们，都是非常辛苦的去克服重重的困难，对，然后去帮我完成这么一场一直期待的演唱会，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老师们，非常谢谢大家，然后呢谢谢所有在现场的你们，还有在屏幕前的所有的人，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着我，然后呢也要感谢独家视频直播平台爱奇艺，然后感谢总冠名香飘飘，感谢所有的公安叔叔们、消防人员，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们，然后呢就是现场的你们，就像我平时说的，欢乐的时间总是非常少，然后呢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的歌曲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用热情点亮五颗星，好不好 ？OK，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这次我把耳返取下来，我取一个来，取两个我就听不到。
也许没有永远不变，此刻我从昨天毕业，辽阔世界触及星星，天地之间相拥默写，有说好的临别，有说不的翻脸，有勇气向前也会沉淀，拆开未来意外之心相残，因为我们同在，政治立场，其实这是。
手被卡住。这个歌曲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啊、因为五月天哥哥们本来的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的好听经典。那今天要唱这首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这首歌算是我的起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倔强的做自己。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靠。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你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事，在我活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为自己疯狂，就这样。
听说今天大家很早就进场，对不对？那么欢迎来到王俊凯的星光游乐园。第一次跟粉丝一起共事，对，这么近距离，感觉比较兴奋。然后上台之前其实还是。你们想他吗？你想他们吗？想。You can tell me
感谢独家视频直播平台爱奇艺娱乐，感谢总冠名香飘飘，然后感谢为这场演唱会辛苦付出的导演团队、乐队团队、舞蹈团队以及全体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辛苦了。最后想感谢今天在线上和我眼前的你们，大家晚安。够美的远方，不用太多。